对吧？对面塞拉又是塞拉斯又是石头人的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要来大招流是吧？对面这一把就是大招流啊。也就是说，对面可以偷咱们家猴子的大呗。对面有两个积飞，哇，猴子配上亚索，石头人配上亚索都是很厉害的。先 W 一下。一定要稳健啊，多去抓人。记住一点，玩高分段讲究一手支援，好吧？随着分段的提高，大部分的玩家其实我们的对线就是我，虽然说我的段位比他高，但是我的对线跟他其实是差不多。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啊？我们的区别在于意识比对面高一点，好吧？我可以猜到对面打野在哪里，可以猜到对面打野在哪儿，而对面不可以。这一把我们有机会可以杀他吗？其实我没必要杀他，他这个打的话，他这么打不给我换血，说明我是很难杀他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把我们可以干嘛呢？没错，接下来我就可以游走一下。他五个刀，我十二个刀，这波线感觉给他推了，我们直接去反野应该可以。再 W 一下，你看我的腐败药水持续的焦灼伤害，导致他这一波护盾没有了，发现没有？他也三了，怎么说？翻墙来，反一波野，打一波小小野战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打完了，可能再打石头人过去瞅一眼。石头人没有打，也就是说对面可能是红开的，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？死了，翻墙，溜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去野区的原因了，看到没有 ？W Q A 一下，那你不是害人吗？你这个人啊！哎呦，老哥，你这个是真的害人啊！你还给冲 buff 给他吃了啊！我上当了，我从不妥协，我上梦魇当了这一波，我靠！他这一波，我操！这一波没，哎，不能上的呀，没有技能了。第一，我血残了；第二，没有技能。他带一个手，你看着办啊！就这一波，你这两个头这么一送，你看着办啊！我其实我这一波给他卖了，我是完全可以卖他的。但是我为什么没卖他呢？我的这个底线过不去啊！我不是喜欢那种卖队友的人。做人一定要有底线，走位。哎，现在好难打，他现在也有双 buff。哎，真的是吐了。溜了溜了溜了，赶紧回家了，走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。这亚索拿两个头加上一个双 buff 是很难打的，回家一下。拼线还没进来，我还亏了一波拼。这一波再来一个低剑，出了一个攻速鞋。攻速鞋是多少钱？1100块，对吧？1100块，钱比我多，钱比我多了不少钱。嗯，那现在咱们就得打逆风了。接下来，速战速决吧。接下来我打不过他，梦魇有想法，但这个人六级了，有可能会被双杀。老哥，塞拉斯是没有闪的，怎么说？他六了，比我高一级。W 一下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再和平，哎，来了 ，AQAA，
交给队友哈，他死了 W 一下 A A 点蓝，他死了翻墙 Q 无情好了臭，谢谢老板的两个人头，可以，我开始 carry 了。你要给这两个头给我打了，那就对不起了，还反蹲你们，稍微有点膨胀了。其实我这一波点蓝还不需要揍，这一波点蓝感觉浪费了。回家买个提亚马特，携来一个，再来一个长剑，走，漂亮。石头人 TP 来下了吗？有点东西啊。嗯。对面怎么七级？哎，不对啊，我们这一波杀了对面，为什么这个人等级这么高啊？兄弟们，我拿了双杀，为什么我现在才六级，他现在已经七级了 ，miss 了。现推一下。他可能在偷鸡吧，他去上路了。那既然要这样的话，我要偷一波大鸟了，先吃一波塔皮。塞拉斯是突破口啊，塞拉斯换线了吗？塞拉斯应该是突破口，咱们可以过去主动gank一波。打完了，下路有没有机会？下路人不见了，好像没有机会，溜了。亚索在中路，我这一波没有点蓝，其实想杀亚索其实不是很好杀。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翻墙 ，Q 接平 A 接 W， 很好。A 接提亚马特 A A 哎，漂亮！现在就提款机了呀，现在。推线，红 buff 我看一下有没有机会骚扰一下，他可能在打红，他下半野区不在，可能在打石头人，他可能回家了，要可能在下路反蹲，有可能在反我们家野，来，机会来了 ，W， 他死了 ，QRA。对吧，直接秒杀，再学个 Q， 咱们这把打亚索主 Q 就可以。对面打野在哪里啊？我现在是分不清这个打野在哪里，把河蟹吃一下必死。他如果有二呢，我怕他有二呀，那浪费了，我以为他有大招的，现推了。中路其实还是可以抓一下，中路这个小兔崽子有点膨胀，现在 Q 接平接 W 减速刮点蓝走位，贵贵，这亚索会火，这亚索可能是带裂。这一波的话，没有想到这个人可以 EQ 缠，好像玉石短劈来一个，漂亮。再来一个战锤，再来一个三速鞋，还是买？我在想这把我是怎么打，是跟他对线呢，还是打游走？我觉得打游走会好一点，不需要跟他对线，浪费时间。走，这波没大，这波没大，想这个留人的，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人伤害有点高，真正儿八经有点高。走，一套技能就没了。这亚索伤害很高的，这亚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等级可以这么高。W 灰尘魔，其实我是想单吃他的，兄弟们，不跟你开玩笑，偷一波鸡吧。他的鸡没有刷，说明一点，他在来的路上阴一下，很好，要合起来。怎么说？塞拉斯有机会蹲一下，中路他有想法，可以来吧，宝贝儿，终于联动了，来吧，宝贝儿，你死了，哎，交闪，哎，他
闪，他有闪现吗？这个人，他不交闪了吗？这个人他居然还有闪现，九级，等级五开了，有机会可以跟他对拼一下。现在 ，W 一下。我先溜了。我靠，塞拉斯来了！塞拉斯不来，我就这一波给他追死了。小心一点，打野去下了，那我们也去下吧。走，他不会在草里阴我吧？八不溜 ，Q A 接提亚马特，继续往前追，可以。溜了，不要跟他搞了，吃个屎！你不来一口吗，梦魇？我两口，你三口，不香吗？他不吃，他不吃，哎呀！现在给他分点，分享一点啊！浪了，这波队友点名批评一下。哇靠，这么浪的，先推一下，吃个塔皮，牙齿我十级了，嗯，推了。这把其实不是很好打的，兄弟们，有一说一。嗯，对面大，哎，梦魇又有想法了，好家伙！但是我没有大兄弟，稍微注意一点。妈的，是真会玩啊，兄弟们，这个逼有点火。听，看到细节没有？一梦魇往回走，这人有细节，十一级了。先推一下，他111刀，我现在98刀，等级他先又压我半级了，兄弟们，闪现。杀不死啊！默认来一个，有点活的这个人。想替队友报个仇，但是这一波的话，他太会跑了，他的E技能太灵活了，兵线太多了。其实这一波上的有点牵强，讲道理，感觉不能跟他打了。咱们既然对线打不过的话，咱们可以干嘛呢？打团。的一样的石头人来了，有想法，杀不死了，你这个送人头有一手啊 ，W 一下，能追不？他死了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征服者出发了，奶了。交闪了是吧？翻墙了 ，AJ 提亚马特了，交闪借回来，交给队友吧，这一波不用上了，给队友投一样的。哎，很坚挺呢、啊，漂亮，团灭了。这个亚索对线挺厉害的啊，有一说一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不跟他对线，很正常。打团，打团来一波小压制就行了，红 buff 有没有？nice， 来个红 buff， 塞拉斯打野，石头人他是没有大的，我们去拿一组河道蟹。帮队友打一下，好，下一件回家买个黑色切割者吧，我去下路带，队友来中路可以，黑切，然后呢，扫描带一下。那很，这个亚索看起来应该是那种，不是这个分段的，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亚索起步应该是有钻一以上的水平。来，没有眼，这里我这里是没有眼的，阴一下，哎，亚索打不过你信吗？
现在，哎，卡莎什么意思啊？我靠，真会跑，开大了。只能强行换了，哎，能杀不？好多治疗，太多技能了，他没大的。猴子来了，猴子三杠零杠一还可以，这把的话队友优势还可以的。黑切来一个，塞拉斯来了。其实刚才这一波的话差一点点，如果再 A 一下吸个血，感觉可以换。嗯，其实我是感觉不需要死，点到里，嗯。点蓝，有人说点蓝的。哎，兄弟们，只有傻瓜才会为人。我杀他需要点蓝吗？我寻思杀他不需要点蓝呢。嗯，你看这一波是杀这个卡莎交了点蓝，他死了。但是我下一波杀塞拉斯没有点蓝，他是不是没死？哎，为什么可以这么弱啊？守望者铠甲，109点护甲，我这么点血，我一套秒不掉他。难搞了，现在。对面阵容比我们厉害，对面不是菜刀队，我们这边的话菜刀队，对面只要怼无脑怼护甲，我们等一下就打不动别人了。嗯，塞拉斯十级，漂亮。感觉这个时候咱们应该做什么呢？担待一下，走。中期的话，咱们刀锋可以单带的。我们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小龙了呀，小龙有优势啊。这附近有眼的，排一下。咱们小龙是有优势的啊，所以说龙一定要控一下。这条龙土龙很有用的。猴子来了，猴子来了，能上吗？支援一下，漂亮，再翻墙，大招隐身。不能杀他，伤害不够，他两个梭子甲谁顶得住啊？有输出了，这个亚索没人管呀，现在得有人杀这个亚索才行。哎，不，本来很好打的呀，本来。嗯，送了这个亚索好几波，导致其实我跟这打野本来挺好打的。我靠，起来了。嗯，一个加40点护甲，两个80点。打团拿我刚才其实可以打出被动，但是我为什么没打的？因为杀不死我就跑不掉了，我跑不掉我就没了，好吧？我看到他这个血量，我就知道我一套杀不死他。推一下，咱们担待一下吧。三个继续推，牵制一下对面。打野可以杀，打野是打不过咱们的。咱们继续推，等级咱们五开，推塔，溜了，他们过来找我了，可能假装往这边走回家，实际上呢，阴对面，塞拉斯有机会，塞拉斯有中亚杀戮，
吸了一口，再开大，可以啊，吸啊，溜了，嗯。你也不敢过来骚，来，你是不是想死？干什么呀？我不打你，先推了。有人 TP 了，赶紧溜。看一下这个二塔能不能推，高地没了，守不住了，推了。回家一下，走。下界买个黑切还是下界买个青羽。嗯。死亡之舞买不了了，死亡之舞买不起了。等级有点高，这个人。嗯。伊泽瑞尔3-6。伤害他不是很够，我们去上路推一下，上路一塔怎么样？现在咱们就尽量的把他的外塔给他拔。哎，塞拉斯，我靠，就这就上了，就这就上了。溜了，这塞拉斯信号也不打就上了，他们活不长。石头人可能会撞我，我跟你讲，猴子不回来了。你压的猴子还在带呢，这个猴子啊，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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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杀了这一波有机会可以大龙，漂亮。啊，大龙是唯一的翻盘点啊 ！ADC 在下路，大龙这一波可以拿。来呀、啊，干嘛不打呢？这一波就翻盘点了，拿了有机会，不拿就没了。这把太鸡巴肉了，我操，打不掉血，我日你！赶紧打了，伊泽瑞尔干啥呢？别补刀了呀，补啥刀啊？去啊去啊去啊，过来啊！去拿龙啊！去，我来守塔，我来，他们打小龙，给他们打。他们去打小龙了，大龙应该是让了。哎，他们应该可以守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我从不妥协。你妈了个巴子！这个超级兵这么烦吗？这超级兵，我吐了。就看打团吗？青羽来个大青羽，再来个吸血。死了，不追了，回家了，赶紧溜了。不好，他们在推塔，我日你哥！不是吧？推塔过分了，推
推塔过分了，推塔过分了，推塔过分了，漂亮。有时候为什么不出重伤？谁是为什么要出重伤呢？这把你知道是谁？塞拉斯不肉的呀，塞拉斯。这把的难题是这个对面亚索太肥了，蓝盾绿叉冰锤，哇，什么装备啊，他妈的全都是肉啊。嗯，亏了，推塔喽，一波好像一波不了吧，石头人和亚索没死啊，这两个爹就不吃一壶了，这两个爹，我操，石头人开大了 W， 哎，一波了，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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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波了一波了，漂亮，一切皆有可能呢，兄弟们，这个游戏英雄联盟你以为就这了，这一把你知道为什么难打吗，兄弟们？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难打，好吧 ？MVP 13.7 的 KD 伤害打最高，就这一把值不值得你关注一下？